好啦，翻嚟啦，咁亦都多谢翻 Kimura Condi， 亦都要读一读 Vivian Fan 嘅留言啦。其实 Vivian Fan 嘅留言，我觉得好啱嘅，真系做错咗咧，仲可以俾机会将功补过，何必处处逼人呢？而家其实就系人哋已经搞 OK 咗啦，即系嗰个续任嗰度，其实签咗个约。咁而家亦就要人哋咧就要否定晒全部嘢，有少少嘢又攞出嚟讲，人哋改下个校徽又攞出嚟做议题。啊、即系好坦白讲，改校徽、改校训嗰啲，其实即系关你，就算喺大学毕业嘅人唔关你事嘅。点解呢？因为嗰间大学你毕咗业咧，你同佢嘅联系咧，你只系一个校友，最多咧佢就叫啲校友捐下钱。但系你日常嗰个学校嘅运作咧，你讲真啦，啲校友嗰个影响咧系好少嘅。即系我讲句真话，即系你唔好话哦，你唔系嗰个毕业，唔准讲咁样。即係好老實講，而家你要鬥誇鬥臭呢個段崇智嗰班人係邊個係喺中大畢業啊？即係好老實講，絕大部分都唔係中大畢業噶啦，好多連大學學位都冇啦，喺度孖叉段崇智嘅人。即係我唔係想講話學歷就點點點啊，即係我唔中意做呢啲，唔中意講呢啲嘢。但係喂，你哋班友咪太過分啊！即係做嘅嘢係咪啱數啊？好啦，唔緊要啦，翻返嚟講下主題啦，就係講下即係而家嗰個。澳洲同日本嗰个峰会咧就签咗新嘅安全协议。嗱，有人就话，即系澳洲点解有咗新总理都要作死噶？有咗阿 Albanese 出嚟啊，点解都要签呢啲？嗱，我话俾大家听 ，Albanese 咧佢系冇办法嘅，即系我唔系话要为澳洲辩护啊。嗱，之前我哋有节目讲过噶啦，有一次就系咧，美国咧就佢哋改变咗佢哋嗰个资本入处。即是在这个亚太区呢，真正有炼油厂，即是他们美国佬资金控制到的炼油厂，全部都摆了在新加坡和日本。那马来西亚当然有一些即是炼油厂，但是呢马来西亚那些呢，严格来说呢就不是西方国家控制得到的。那好了，美國的資金同時做了一件事，就是 澳洲那裡關停了很多煉油廠。其實澳洲現在呢應該呢基本上呢主要都是要靠成品油的輸的了，新西蘭也是。那為什麼即澳紐這些地方本來都有煉油廠的，結果它要關停了呢？其實就是呢要將那些即是我們之前說過的，要將那些盟油绑死在一架战车上面。Happy Wonder 就话 Sydney 以前有炼油厂，系以前系有，不过俾美国佬关停咗，因为嗰啲炼油厂系美国人嘅资本嘅，全部关停晒嘅。而家系咁，而家澳洲要入油咧，基本上咧就系要喺呢、這个日本或者要喺呢个新加坡嗰度入，其实就吓喺呢两个地方。在这两个地方入油的话呢，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个澳洲它就可以有声出了。即最主要是澳洲。澳洲呢为什么可以有声出呢？就是说我的成品油呢，我现在没有什么炼油厂，我的成品油呢要在新加坡那里入的，或者要在这个日本那里入。在这两个地方入口要经过南中国海。所以南中国海的议题呢我是有份的。现在澳洲它是没办法，它被美国绑了在个战车上面。是全面绑了在个战车上面的。就是你说为什么换了新总理都好像没变这些东西，它是没办法变。现在它是没办法变的。因为日本、澳洲和美国它们那个三边三角安全关系，他们是绑了上战车的了，已经是。其实就。为什么他绑了上战车，就是因为美国就用那个资本去控制了你的能源。那你的能源被人控制了的时候，那我都讲句实话给大家听，就是你被人控制了你就没得搞的了。整件事就处理不到的，其实就。Connie Chan 又说新总理被逼上战车原因就是五眼小弟。其实五眼小弟呢你都可以不出声的，其实就。如果你入油那些，即是那些船呢，
啊，即系运油嗰啲船咧，运成品油嗰啲船咧，唔使经过南中国海咧，你可以唔出声嘅。嗱，喺新西兰嗰个情况，点解新西兰冇出过声咧？就是、因为新西兰咧，佢嗰啲成品油咧就唔使经过南中国海嘅，技术上系可以唔经嘅。啊，即系你话会唔会经？其实应该都系会经嘅，但系。所以就不出聲，因為有個澳洲頂住，新西蘭就不會出聲了，其實那個現實就是這樣。那你澳洲都頂了，事實上新西蘭也都軍隊也都好，人又少，根本同不同意支不支持都不是那麼大問題。日本他們已經是一定會深化的了、啊、而且呢他們那個聲明是說了一件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啊、這個印太地區呢個又是日本人主導搞出嚟嘅，係安倍晋三搞啊，跟住當然是呢、這個肥佩奧嗰啲有份搞啦、啊、但是安倍晋三咧係成功將呢個概念咧賣咗俾美國佬嘅，而美國佬咧係用咗一啲資金嘅部署去令到咧佢嘅盟友係一定要埋位嘅。你是没办法不埋位的，你不埋位呢连成品油都没得用，个现实就是这样了，那你没办法，你一定要埋位的了。那现在那另外这个 Albanese 他也都说了，就是日本仔的军队呢就会在澳洲的北部和澳洲的陆军一起训练，其实日本应该叫自卫队，但是我告诉你，其实日本他们的自卫队的名字是骗人的，其实他们那些根本就是军队，他们那些军备根本很好的，很精良的，其实可能还好过澳洲那些军备，即如果你现在还是认为日本是没有军队是自卫队，杀我，他那个自卫队根本不是自卫的，扑他的街，不好意思，我不想这样粗俗说，但是我每次一说起日本我都很生气，这个岸久文雄呢，即是和那个已故、啊、前首相安倍晋三呢，他是即基本上做所有事呢都是要搞中国的，其实是他们不是说什么防御中国，他说真的，他们做一件事呢就是很不喜欢中国有好的发展，不想中国好的，他们是即是这些日本政界狗蛋呢是很贱格、啊、即是同時呢，即是他们当然是那个联合声明呢他就没有说是针对中国的，但是实际上很明显他们是 针对中国的了，即是他们那个操作是。为什么我每次说这些呢我都很 Q 嬲的呢，就是因为日本人呢，即是在这件事上面呢是没有，即是我的看法啦，是没有很公正地对中国的、啊、这件事上面。即是讲真的，其实大家如果一起谋发展呢，即是经济合作做多一点，这些没问题的。但是日本仔就做了很多、即是小动作，即是我认为。啊、即是日本人，即是尤其是右翼的政客，即是我不应该是针对所有日本人。而日本的右翼政客呢，尤其是自民党那班人呢，他是做了很多小动作的，他们是、啊、当然也都有另外的，就是、即是另外一个声明的，他们就这个岸久文雄和 Albanese 呢就、重申了、啊、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啊、即其实如果那个和平稳定是重要的话呢，为你们班友又不要泼火的，其实就是我的看法，就是即是应该呢就促成这个、啊、两岸和平统一的，那么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但是不是、啊、现在呢就在一边呢就在聊、啊、又说要搞台独什么什么什么、啊、喂不行啫，即我觉得这样是不合数的，其实是。咁啊，Diddy Zhang就话啦，屋企有教历史嘅后辈成日去日本玩都唔明。嗱，咁讲日本人咧，即系一般平民老百姓咧就好好嘅，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啊，即系我自己都认识一啲即系日本平民老百姓啦。日本嘅左翼嘅议员啦，我都认识一两个。咁但系佢哋冇唔系坏人嚟嘅，即系我都要讲下，即系其实
民間一直做很多努力的，其實就是、做回那個人民交流、啊、人民之間的交流 是好事來的，這些是即是有些人是知道日本在二戰的時候，日本人裡面都有很多人知道二戰的時候做了很多壞事的，其實但是他那些右翼政棍呢，其實就即我認為就很壞的，即日本那些右翼政棍呢，其實某程度上都是美國人扶植的、啊、即是根本上你親中根本做不長、啊、在日本做議員是、啊、即或者不要说亲中啦，公道少少你都做不长的，因为其实某程度上我觉得有部分人都是美国佬的企来的，即是你没有听美国佬指挥去做呢，即是没听到的，其实就啊那啊 Happy Wonder 就说很多日本人都很可惜，都是被媒体洗脑，很多都觉得习先生是大魔头，这个是污蔑习先生的嘛，长期是即其实有班人是长期污蔑习主席的、啊、是不是很妥的，其实、啊、Connie Chan 就说安倍晋三提议印太联盟给奥巴马、实际上真的执行就是阿肥佩奥、啊啊、也都多谢回条仪的太远先、啊啊嗱，我就講啊，即係 Line King 88，佢就話友誼歸友誼，歷史歸歷史，咁呢個亦都係咁，即係有啲嘢可以分開去睇嘅，即係人民交流嗰啲，我覺得就唔應該停嘅，即係大家人民之間多啲了解，大家多啲即係講下大家想要嘅嘢，大家想要嘅係乜嘢啫？其實一般人平民老百姓，梗係想和平啦，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啦。其實一般平民老百姓一定係咁嘅，啊，因為。即系你讲真啦，打仗嗰啲即系残忍程度，其实大家都系有祖辈啊经历过嘅人啊，都会知道嘅咧，一定会同你讲噶啦。其实即系打仗又好残忍嘅，啊，即系我系唔明咧，即系点解有咁多人咧都系咁好战嘅？喺日本尤其是系，即系日本有啲人系作死嘅，即系我觉得佢哋系啊，即系有一部分啦，我要讲啊。即系唔系话全部，即系佢哋好中意打仗嘅。其实有一部分人，我都唔明嘅。即系你喺一个和平嘅环境吓、啊，即系有一部分人咧已经即系生活过得唔好噶啦。你觉得打仗会特别好嘅？我咧唔明点解喎啊。咁好啦，亦都多谢翻 Jolie 你嘅支持吓。咁 啊八爪鱼就话真系好惊打仗，其实一般人都惊嘅。其实即系讲真啦，我自己都好惊。即系你话。你唔好话打仗啊，动乱或者暴动，我已经好惊啦。其实即系讲真，即系我已经唔想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啊。即系任何地方啊，即系你身处嘅地方，如果有暴动又好，乜春都好，其实已经好 Q 大镬噶啦。啊，我哋希望梗系生活安定啦 ，Jolie 系咪先？即系我哋梗系要生活安定。你即系讲真，有一句说话系。我成日讲嘅，我都成日俾人闹。我讲呢句说话就系、是、啊，宁做盛世狗嘛，不做乱世人啊嘛。人哋话我哋即系哇，你哋咁狗噶咁样，哇系咁噶啦。喂，血的教训嚟噶，其实呢个系即系讲真嗱、啊。你话军备嗰啲要唔要做吓？冇、啊、备嗰啲梗系要啦，因为你会俾人打噶嘛。你其实讲真。即係有軍隊嘅原因，最主要咧就係要令到人哋唔好打 Q 你。其實呢個係最主要嘅原因。你搞軍備啊，嗰啲各方面嘅嘢，全部都係咧等人哋唔好嚟打你嘅。其實就係咁樣，就是、增加人哋嚟揼 Q 你嘅成本。即係你屋企點解要裝防盜啊？點解要裝鐵閘啊？啊，點解要即係裝啲強化玻璃啊？啊，即係鋼化玻璃啊，又加啲其他嗰啲防盜嘢，就係要令到人哋嚟偷你嘢嘅時候，個成本要大增啊嘛。嗱，唔系话我俾人抢咗嘢都唔介意啊，唔系咁样样啊，话唔系话我俾人打都唔介意啊，而系有好多嘢，即系你尽量都系做翻一啲嘢咧，就系、是、追求呢个和平。有人就话你咁建设呢个军队咪追求和平咯？喂，我冇军队，你咪嚟揼 Q 我咯，系咪先啊？即系其实清朝呢个教训，大家都睇得到啦，民国嗰个教训，大家已经睇得到啦。所以有啲人话共产党咩穷兵黩武嗰啲。呢啲又係黐線嘅，即係好老實講，
喂，即系你如果解放军吓系好 Q 弱嘅，你咪俾人揼咯，好现实啫嘛。即系讲句现实嘅说话啊，即系点解要即系做多啲军队嘅嘢？即系中国又俾人指错，军队好强，好 Q 大威胁。喂，讲真啊，你哋嗰啲军队啊，仲威胁多过中国军队啦。即系坦白讲，啲武备仲精良啦，系咪先啊？好老实讲，唉，亦都多谢翻 Helen 德亮你嘅支持。所以成件事就是话，你有啲人咧，所以系乱差咁嚟嘅，即系我都要讲，系乱差咁讲。咁同埋嗱，而家即系日本仔佢系成功咗嘅。日本仔佢哋因为佢哋嗰个即系工业嗰个力量吓，即系包括炼油产业嘅力量，佢哋做咗一样嘢就系夹咗澳洲上战车。其实澳洲本来真系唔需要上战车嘅，但系冇办法啦，而家。喂，佢如果唔上呢架战车，佢连石油都冇得用嘅，啊，连成品油都冇得用。咁你话澳洲系几乸大镬嘅一个地方？佢唔喺日本嗰度买成品油，基本上系冇地方买得到啦。即系除咗呢个新加坡同，即系两，其实两边都系俾美国佬控制咗。咁啊，自己炼油厂冇晒，俾美国佬删晒，成个澳楼都系咁样啊，啊，所以。冇办法，即系如果你觉得话，哦，见到澳洲咁好憎澳洲，冇计噶，唔关澳洲事啊呢件事。魔总佢做个烂头卒系佢衰，但系之后后续美国人做嗰啲资本操作，唔关澳洲人事嘅。即系讲真，澳洲人自己都想要翻个炼油厂，即系我自己问过一啲即系议员嗰啲，佢哋都话，最好都系有翻啲炼油厂系好嘅喺澳洲，但系有乜办法？冇办法啊！而家就系。啊！而家就系难搞到不得了，吓、啊、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吓、啊，听日啊，神芒第一线再见。咁最后多谢埋 Michael S 你嘅支持，多谢你嘅支持啊！咁啊，听日再见，系咁先，拜拜。